你又来了，你又不让杀又想吃，不给你，好嘛好嘛，给你个大鸡腿，好，快点吃，不要吃骨头了。姥姥杀鸡了。男人不让杀，等一下你就不要吃鸡腿。那你求我。好好好，不杀了不杀了。嗯。洛洛啊，好冷呐、啊！睡觉了。好多了。啊？给我。小猫咪长这么大了呀，咱给你商量个事儿好不好？咱把小猫咪卖了，卖了，卖了换鸡腿嘛。放点蒜，放点辣椒，干嘛呢？不要蹲了。这届世界杯真是爆冷民族，没想到巴西、葡萄牙都被淘汰了，摩洛哥晋级四强，总决赛有意思。你看得懂吗？看这么认真。哟呵，那我今天就考考你，我们来玩个游戏。你把球投进哪个箱子，哪个队就是冠军。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卡塔尔世界杯，洛洛持球在中间徘徊，他会投给谁呢？进了，他投给了法国。防止洛洛瞎猜，我们把位置调换了一下，他这次又会投给谁呢？他还在犹豫，在犹豫，在中间徘徊了一下，走到了法国。看一下他会如何选择，投了，他投给了法国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本场预测到此结束，究竟洛洛预测能否猜中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预测世界杯最终结果，我们将联合不小板平台随机挑选三名猜中的预言家，送出神秘礼物。洛洛，你在吗？我可以进来吗？我给你说个事儿，我好像阳了。他不传染给狗，不传染给狗，不传染给狗，不传染给狗。小狗还有猫咪，长辈还有老师，都看不出我的心事，渴望有人关心我自己，幸好我能碰到你。其实我呀已经换了牙齿，再穿不下去年那条裙子。我开你这桃子咸啊，这么苦。好，抱抱，上来，马上我抱你。好好，只抱你一个人。好，乖。这是你的娃吗？这明明是一只猫。不给你。快走，快点，走开。
我怎么不喜欢你啦？我抱不动你啦。好，来嘛来嘛，我抱你来。好，演员就位，准备好了 ，take a scene， 开始，嘣！这死了太假了，手术再动一下，再叫一声。手不动了，咔，一次过没毛病。啊，你看我妈妈摸就可以随便摸，我摸就不行，我摸一下吧。你让你老爸摸一下嘛，摸一下嘛，就这样练习的。他不让你摸你就不要摸了嘛，要摸。这些小毛病长得太肥了吧，加一个来吃。现在又不能出去折腾这小猫咪了。今天就要吃小猫咪。好了好了，不吃小猫咪了，不吃小猫咪了。减肥不能吃，下去了。好，给你一个大鸡腿，慢一点，不要吃到骨头了，慢一点。当着狗子的面吃一只烤鸡啊！这得心里面多累呀啊！抱不动你，等会儿抱行不行？哎，好好抱，你抱抱抱。来嘛，过来嘛，过来过来，来抱起来。啊，嗯，啊，就这样抱一下。嗯，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干脆你自个叫，那是不是？